幸运金龙准备好晒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幸运金龙啊，加洛菲咧都好积极抢，喺入边咧紫色金欢乐时光咧霸翻个好位啦。跟住后边咧灰马仲见到华美之星咧，出边经济达人啦，内栏第六位到啦，魅力星嘅。咁啊，再喺外边开心自爱，中间卓尔非凡啊。后面的马匹有至高星星光骑士暂时殿后一对内栏彭力洋洋，出面就是军工来的。好了，过这个千二米段处了，幸运金龙放了出来跑下，外面第二位有经济达人，中间第三就加洛菲，内栏第四还见到紫色衫就是这只欢乐时光来的。再后面的第五位了，见到中档有这只华美之星，外面还有开心至爱，内栏魅力星，后面卓尔非凡至高星，后面三只星光骑士彭力洋洋，包尾就是那只军工来的。好了，跑到对面直路尾了，咁幸运金龙想慢啊嘛，梗唔俾你慢啦，外面开心至爱咧上嚟搞下你先，再跟住第三位咧仲有经济达人啊，内栏第四就欢乐时光，第五位加洛菲啊，再后边个马匹啦，咁啊仲有内栏魅力星啦，咁啊中间位置华美之星啦，出边咧就卓尔非凡啊，后啲嘅马匹啦，先见到咧有星光骑士之高星啊，后边嗰两只仲系军工同埋彭力洋洋嚟噶，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咯，前面开心至爱咧，咁啊占先半个身位，一路咧俾幸运金龙向内栏噶，再见到后边第三位中间经济达人埋边博位啊，有呢只就欢乐时光啊，再喺外边加洛菲追紧啊，后多少仲有星光骑士卓尔非凡嗰啲马斗到嚟最后二百米到啦，开心至爱占先啊，喺埋边有幸运金龙啊，再内栏欢乐时光啊，外边冚上嚟就星光骑士，中间经济达人接近终点时候啦，开心至爱都好有机会赢出尾场赛事，第二名幸运金龙啊，第三名就星光骑士，埋边咧就欢乐时光啊。結果呢場賽事呢只開心至愛就成功咧，就喺尾場就打開勝利之門啦。第二名幸運金龍，第三星光騎士，第四歡樂時光。咁好啦，咁結果呢只開心至愛力壓呢只幸運金龍啊，星光騎士追翻個第三。哇！你見到好關鍵就係馬偉昌喺中段嗰度，你哋慢我踩上嚟，布大力雄我又贏，我又跑過千八。5月5號贏完到而家啦。我哋導演話你啱啱話佢唔贏，不過冇啊！你星光騎士已經係引證咗話俾你知，係留好過追咧，好過前啦，係咪？贏嗰場第二場咁辛苦，你第一場咁輕鬆，咁點解唔咁樣留多啲咧？今日一號號到嘅尾啦。拍住后面有彭力洋洋啦，军工喺后边啦。嗱咁啊，前面见到汤志杰系咁望，诶稳阵啲，稳阵啲，甩开晒嘅，唔紧要啦，慢慢埋，一埋咗嚟之后，咁啊后边欢乐时光话好啦，有个遮挡啦，咁啊另外中间跟到咁前嘅，咁啊加洛菲啊，咁啊开边经济大人一路都冇遮挡。其实如果呢只马有遮挡嘅话，你睇埋今日嘅余势啊，输个档咧。系啊，如果今日佢有个好啲嘅档位，有个 cover， 你睇个余势系好犀利嘅呢只马。佢点会系无空跑嘅啫？你即系呢只经济达人，如果有个 cover， 争好远，可以会争好远。咁啊，马伟昌，冇啦，走啦，走上嚟啦。咁你哋咁鬼慢，我梗系拍啦。咁跟住马伟昌望一望 ，OK， 够位埋咗嚟。咪汤志杰话：，唉，你拍一拍我，我冇可能让条栏俾你，因为呢只幸运金龙系唔会咁去追人嘅。咁啊，梗系要同你死顶啦吓。然之后开边阿巫师就话：，喂，我虽然走外搭都希望有遮挡啊，你埋咗我冇喎，咁点啊？咁啊，开始慢慢涌啦。跟住阿呢边啊，杜利来咪星安骑士跟住啊，边个上咯？阿巫师二系呢对法国骑士都系中意走出边。系啊。好，你入到直路啦，嗰对前领马斗啦，咁啊斗斗下嘅时候，嗱经济大人褪咗落去噶啦，加洛菲都过噶啦，咁阵间睇下两只嘅比较啦。反而欢乐时光今日悭位而追得唔多咧，我就觉得有啲失望。不过你当星光骑士埋嚟 cut 到卓尔非凡嗰时候咧，阿巫师已经唔系好落力骑落去，即系只马大细已经。